大家好，我是千一门龙杰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三张牌的控牌手法，以三条尖为例，把这个牌呢插中间啊，提高一下难度啊，随便的把牌洗一下吧。大家可以看看效果哈。只希望兄弟们不要参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，身在家庭远离赌博，帮忙转发和弹窗啊，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。这个视频呢就录到这里啊。